你好好想想啊，你只有初中文凭，也没有什么特长，能够在街道的装订厂工作已经很不错了。大哥好不容易给托了人，无意也帮了忙。那边的负责人阿姨是从前妈的小姐妹，两个人在一条街上长大的，人家才肯给你机会，你还给我挑三拣四的。主要是你说像那种小作坊，那里边都是那些老大娘，一个聊得来的人都没有。你是去上班还是去聊天的？什么老大娘，你十八你了不起，你以后不老啊？反正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等我哪天找一个厉害的工作，把你们全都震倒。你一会儿睡下了再做梦啊，现在才八点，你这梦做的有点早。你这样也打倒不了我，我的生活就是充满梦想的。星宇，用我的吧。你也考到这儿来了？我是新闻系，你呢？我是中文系。好久不见啊！啊，谢谢。那个二女儿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们都知道吧？啊！我前几天见着她那女婿了。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哎呀妈呀，别提有多难看了！哎呀，你们呀，真是的！我跟你说，这男人呀，丑就丑点，能干就行呗。哎，我听说在广东那边做什么大生意的，还是个经理呢。哟，是经理啊？广东那边的经理，你捡块砖头砸到十根，有九个都是经理呢，这有什么呀？你们别听他的，他呀就是妒忌人家。他家闺女呢嫁了个穷光蛋，那现在呀那是公公病婆婆瘫，哎，连孩子奶粉钱啊，那都得娘家贴。是，要我说啊，男人要多好看，再好看还不是两个眼睛、一个鼻子、一张嘴，还是有钱好，做生意有前途，家里又没拖累。长得丑就是错。哎呦，这小姑娘长得丑怎么就错了？不是，你想啊，你别的错误能改正，丑怎么改正啊？这说话一套一套的啊。就是，哎，丑怎么就不能改正了？现在不都有拉双眼皮的吗？说不定以后医学发达了，还能进一步改正呢。什么眼睛鼻子都挪挪地方。自美，你有两个哥哥吧？你哥哥好不好看呀？我大哥也不需要好看呀。我大哥考上了研究生，将来以后肯定能分到好单位。再说了，大哥本来长得也不丑。那你二哥呢？不是两个吗？我这找不到叶了。你这对齐不就成了吗？哎，自己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家隔壁那两口子昨天又吵架了。我今天刚晓得，我们原来那个厂啊，妈，多好的一个厂，卖给外国人了，那全是汉奸卖国贼。这要在过去，全得枪毙。那还骗我呢？
说他也没得干，结果他又回厂子里了。不是厂长啊，叫敬礼。他会敬什么礼啊？他会敬礼。多好的一个福利厂子，现在成了生产基层用品了。呸！掉价的要死，你们一个个的就知道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用我的，我全都指望不上。由得人家欺负你老子。某些人不是毕业了吗？分配工作吗？得什么时候往家挣工资啊？分配了。哪个单位？我没去，我参加了考试，考进了电视台，明天就去报道。真的假的？大哥，你要去电视台上班了？哎，那你是不是以后就可以带我去看明星了？真的呀，大哥，真的。大哥，那是天天播新闻的电视台吗？嗯。你的电视台。你个好脑刷子的，还不得了了你？电视台了不起啊？大哥，我交的生活费。嗯，大哥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跟师傅是清清白白的，我没干坏事。我相信，过去的事就过去吧，你也别再想了。咱妈死得早，你就是摇肩裂母情节。大哥，你是文化人，嘴里全是奇怪的词。我虽然笨，但是这个词我懂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她是个好女人，她待我好，她教我很多东西，我喜欢他的样子。哟，侯伯伯，好像养活了。嗯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哎，老有派头的。高兴哎，我儿子又单位了，吃两杯好酒总是应该的。你儿子分到哪个单位了？电视台。喂，关总，你懂，就是那个天天晚上放电视剧和新闻的电视台啊。嗯，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！我瞧瞧，祖坟修得好哎，电视台嘛都有人哎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和一丁送你的。呀，不行，这太贵了，留给一丁穿吧。啊。
慢点啊。还有个盘呢。是搞这种定位摄像，没有嘛？所以说，我告诉你，哥们儿一年前在深圳和师傅公安一起跟随，是一起。来，都坐，都坐下，都坐下。从今天起啊，你们将正式成为我们电视台的一份子。我代表台里领导及同事们对你们加入表示欢迎。同志们，领导刚才说新闻人该有的使命感还有敏感度，我是很赞同的。我觉得啊，作为一个新闻人，一定要有历史使命感，创新节目形式，挖掘报道深度。这不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新闻，新闻将降大任于新闻人吗？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咱们做新闻人，除了要有情怀，还要有格局。谁是乔一成？哎，我是。谁是宋清远？哎，这儿。好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老师，您说您为什么非得找我这样跟着您啊？小乔啊，是这批新人中招考分数最高的。你又在北京有过一年多的摄像经验，我老高不带人也就罢了，要带就带最好的。一会儿到地方啊，小宋，哎，你就负责拍啊。好。小乔，哎，你的任务就是帮助小宋看好他手里的机器。拍什么拍？哎，行，就喜欢这种阴阳怪气的直爽。你有病啊你！
谢谢谢谢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我来我来。谢谢谢谢。谢谢您啊。没事没事。去电视台上班，肯定没有他的新闻。我们换个台吧，我想看那个温兆伦的《义不容情》。没有换台。什么温兆伦、热兆伦的？看新闻。你要想不被人欺负啊，你就得看新闻。哎，要跟政府保持一致，要跟得上新形势，各种新事物你都要懂。我就喜欢研究新事物，嗯，你大哥喜欢研究，就是随我爱。二哥回来了。那二甲，再给我砸点花生米。啊。嘴上抹石灰，白说。你怎么坐这儿喝酒？今天老板那个请我们喝酒，还一人送了一瓶那个。然后那去蓝瓷。酒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以后少喝。老头子喝了一辈子酒，把脑子都喝坏了，一辈子没出息，听见没？也行了，快去洗洗，早点休息。饭店里也挺累的吧？大哥，没事。那个，你以后在电视台工作也挺辛苦的，你多注意休息，别累着。大姐，我问你一下，这没有个东北女的这么高？
领个孩子在那卖菜。东北女的啊，没有，这儿的人呀我都熟。那摊人呢？那摊也是我的。啊，都是你的？对呀。哎，是你的，你瞪我干啥？咋的？你还削我呀？我跟你说，明天我把摊掰了，我卖水果，我俩装。走吧。是你男人呀？别怕，有姐呢。来，阿姨给你吃点好吃的啊。二哥，你这上哪儿去？能不能出点声，吓我一跳。不上哪儿去，怎么了？这不牛野哥回来了吗？真的？啊，我正准备去他家呢，要不咱俩一块儿去。行吧。二哥，那天来你们家那个男的是三立对象吗？差不多是吧。啥叫差不多是啊？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还没定呢，他说是一个要好的同学，还没承认。那就好。哎呀，走，你忙什么呢？瞎跑。没找点事做。起来，别打动我。哥，你要不带带我？我也没有。牛伟哥，真回来了，我是带二强来看看你。坐。牛伟哥，没事吧？废话，你呢？他呀，好的不得了呢，谈了场恋爱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。是什么样的潘西能让二强这么着迷？成熟的女人比二强大好多呢，有经验呢，是吧，二强？行了行了。谈恋爱就是谈恋爱，二强喜欢就好。是啊，二强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有工作吗？啊，我刚把工作给丢了。哎，牛远哥，您最近不是在做生意吗？带带二强呗，是吧，二强？乔月池那家伙，不是一向不让二强跟我们混吗？我可不想再跟他大哥啰嗦。果然，没有，牛伟哥，我大哥当时是怕我贪玩耽误了读书，我现在也不读书了，初中文凭也没有拿到，但是体力活我没事儿的。对，牛伟哥，你现在做什么生意呢？过些天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谢谢牛伟哥。牛伟哥，那我呢？怪怪龙地洞啊，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啊！真没想到咱家也能用上高档电器。一丁，谢谢你啊，还能想到我们家。大哥你别客气了，我妈其实早想买了，只不过我们家那熟人说买两台才能打折。我们家也是借了你们家的光了。也是一家人。哎，出现一定，你问问你妈最近大吊扇打不打折啊？你别得寸进尺啊，回去我问问。便宜啊！我插电了。插电了，插电了。凉吗？嗯，水果可以放里面。三林。哎。你和一丁定下来。一丁这个人很可靠，啊，而且也老实。他对你的心思，咱们家那老头都能看得出来。你也得好好想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了。及时止损，总比一直暧昧强。什么意思？不管你喜不喜欢一丁，都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
那你跟人家说明白。我没不喜欢他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儿。其实我也是愿意跟他在一起的，就是心里老是觉得。行，那你再好好想想，顺着自己的心。但我跟你讲，这女孩子有时候也可以主动一些，啊。买点卤菜，二强啊，你造个烫，我炒个素菜就行了啊。好，吃完晚饭我还有事嘞。你有什么事啊？哎，你管他干什么呀？哎，咱们是有多久没这么聚了啊？哎呀，谁能想到啊，咱们也能有这个正大光明、谢老铁就打扮的一天啊！可不是嘛。哎，老徐啊！哎呀，快点，等你才来啊！快快快，就等你了啊！临时多了个客户，有个急单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来晚，走走走，抓紧！不，你们怎么叫上他了？哎呀，乔哥哥，咱们兄弟也好多年没见了，我这不是想你吗？生意有赔有赚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感情没了可就没了。再说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？哎呀，乔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咱们都这把岁数了。用点钱伤和气不知道了，再说了这三缺一多败兴啊，坐吧。来，乔哥，当时跟老徐做生意的时候也不止你一个人呀，我表侄还跟他干过一段时间呢。那的确是因为形势变化呀，你看你现在儿女们都发达了，你呀是我们这里头最有福的一个了，你说你还计较啥呀？都这个时间了，咱们边玩边聊。哎呦，你看见了是吧？来来来，看看看看看看看啊！咱们这几个老麻将大的当中，他最没福气的就是他李河满了。哼，他那是坏事做的太多。哎，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，快走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首先，热烈欢迎各位的光临，欢迎大家。下面我宣布，首届南京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，有请领导刘主任发言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中参加这次会议。今天我们集聚一堂，是啊，这人来庆贺这个文景喜事。哎，麻烦让一下。评选为南京市文学艺术发展几个指明的方向，就是代表南京文学艺术最高的奖项。致力于不是麻呢，在这儿躲开点儿，算了。别和姑娘一般见识，毕竟小姑娘跑新闻也不容易。也是在江苏省广播电视局。不是你没完了是不是啊？再一行行行行，咱们自己往那边挪一下吧。什么人呀这是？这什么人都有啊！准备水冰条件。没关机吧啊？刚开了。真服了，什么人都能当记者，一点镜头意识都没有。哎，什么人都有。哼，坏了坏了，怎么了？话筒套没了。丢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这玩意儿丢了不得了，上网还有台标呢。这个行，你在这等会儿，我给你找一找。啊？
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看到一个南京电视台的话筒套了吗？嗯，这个我没看见，你再找找吧。啊，谢谢啊。捡到了，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哎呀，大男人跑新闻挺不容易的啊。刚才确实有些摩擦，不好意思。那你要怎么谢我呀？啊？啊什么啊？是你说感谢我的？就这个小东西能顶你半个月工资吧？这可比工资要紧多了，有我们台台标，这丢了算重大事故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？嗯。我是报社的，不太清楚这个。请我吃饭吧。行，没问题。我名片没带，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。我叫乔一成，是电视台新闻部的，电话是……我知道，分机号是多少？6776。我考过你们电视台，没考上。哦，这样。有眼无珠呗。谢了。给给，嗯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吴一他那个儿子不是在供电局上班吗？工作好，每天都熬得跟那个老母鸡一样。结果现在怎么样？儿子要离婚了，啊？不知道吧？瞒得可好了。你一天跟谁学这么碎嘴？成天张家长李家短的。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在单位的时候有空就多看看书，少听那些三姑六婆扯闲天儿。人家要说我也不能堵上耳朵啊。你可别出去说啊！吴一最好面子，他要知道你出去乱说，肯定打上门来。都吃饱了吧？嗯，吃饱了，我有事情要讲一下啊。今天嘛，过节，重阳节啊，趁这个日子呢，我就讲一讲啊。咱们家呢，啊，现在你们一个个的都有工作了，我也算是功德圆满啊，把你们一个个的都养大。虽然你们也没得什么大粗细啊，也没得日进斗金，也没得什么大的好处落在我身上。能进入正题了吗？我这不正讲着呢吗？你们都成人了，四妹也十八了，啊，条件越来越好了，眼看着你们老爹爹潦倒成这个样子。我呢，停薪留职，老本吃的差不多了。以前我拿工资养活你们，现在那也该你们养活我了。哼，爸，我的那个工资嘛，少的可怜，我还得给大哥交伙食费呢。我还不能向你开口呢，就推三阻四。你就说吧，一个月你想让我们补贴给你多少？那得看你们的良心了。哼，你别提这两个字啊，你就说个数，我们也好斟酌一下。嗯，电视台工资不低，我有数哎。你是老大，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。反正你一个月工资得有五六百吧。我要一百五，不多吧？谁跟你讲我一个月工资五六百？我现在还是实习期呢。你哭穷就没得意思了，哪个不晓得电视台有钱啊？要不怎么都往里考呢？二强，你的条件略差一点。三里我晓得了，你爱存钱，
思梅，你也是我送养的，你也该出钱。这样吧，二强30，三立50，四美30，我出80。二强在饭店里也是临时工，挣的也不多，他出20，三立出30，四美出20，加起来总共150，抵得上一个人的工资了。行了，散会。大哥，你上班啊？嗯，下午还有个采访，晚上还要去台里去写稿子、编片子。你晚上吃饭不要等我了。啊，知道了。这个家谁是爹？老板，有麦当娜的吗？有，迈克尔·杰克逊的也有，皇后乐队啊，全都有。哎，看看啊，这都是纯进口的啊。这个来了，小慧。哎，哎呀，老板，这个是以后负责送货的师傅，强哥。强哥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和你一起开店的伙计八哥。八哥好。小妈的眼就行。好，七哥。这以后送来的货呢，立刻搬到这里来，手脚要快。找你们来做事呢，还有层意思。这个附近住户多，商家也多，环境嘛有点乱。你们就给我多长眼啊！都懂都懂，那个，钱上不会亏待你。哎呀，没问题，别吹。那你们忙去吧啊！行行行，帮忙理理货。哎，行行行，谢谢牛远哥。行，没事，去忙。老板，来了来了。你们两个，把口罩、手套都戴好，然后上衣、裤子分好类，挂在这儿就行。哎。这是上衣啊，还是裤子呀？上次你不是帮了我俩的忙吗？其实他也很感谢你，是吧？嗯啊，打卤面不错啊，来个打卤面，现在就走菜啊。你就只要一碗面？哎呀，早吃早饱，吃饱了回去歇着。嗯，那我点一个清蒸八宝猪，海鲜你们没几口吧？哦，没事，你想点什么就点。哎，要个炸子蟹，佛手海参。你们还想吃什么？我来一个那个农家小炒，然后再来一个凉拌黄瓜，要不然就这些吧，不够了我们再点，好吗？哎，这也太少了吧，你再点点吧，我请客。怎么能让你请客呢？怎么个情况啊？你传了个什么局啊？嗯，我是想跟你们两个人道个歉。啊？对不起啊，那个话筒套是我拿的。我知道啊，是你捡到的。不是，我故意拿的。啊？嘿，真够闲的。你好，你的面。哎，那拿了算啊。哎，就是个善意的玩笑。道理都让你一人讲了。嗯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一个小姑娘跑新闻怎么了？跑新闻的人都很辛苦，这跟性别没关系。在这个行业里面，努力认真工作的人自然有他辛苦的地方。你这么说，在我看来，你就是轻看了我，也轻看了那些在咱们行业里面认真努力工作的人。哎呀，你怎么就知道吃啊？哎呀，一点小事绕来绕去，你们同行之间矫情别带上我啊！服务员，快把菜单拿来一下。他就这样，特别能吃。懂什么呀？人家请客，人家做多，我们不点多不给面子呀。对对对对对，多点点多点点，吃的开心最重要了。松鼠鱼、桂鱼、清炖鸡子，行了，盐水鸭、美人干、蟹粉豆腐、蟹黄小笼包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再来两杯酒。好，客人您的螃蟹。哎，谢谢谢谢，那个先吃吧。你要的酒。干嘛呢你？
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我说了我请客，我请我请。哎呀，你走开，走我就我请客，我一个女孩子，你瞧不起人，你这怎么回事？好，一共是170。一共是170元。啊，没事，我来。我有。人家请客呢。人家请客的事儿。客人，一共是170元。